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这是限量款，糟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，你故意的吧？那边有位置，你怎么不坐？我看你才是故意的吧？这是你家吗？酸言酸语的，来我这边坐吧，不用理他。谢谢，来一份伊乐拉面啊。好嘞，食神归位。伊乐拉面，二位的拉面。真是太好吃了，肥瘦相间的猪肉充分入味，咬一口满嘴留香，汤底香浓却丝毫不觉得油腻。没想到你也这么爱吃拉面。是啊，真是好巧啊。那个，我要去上班了，一起走吗？好啊。啊，原来你俩是一起的。哎，为了姐妹的幸福，这点牺牲算什么？天下哪有那么多巧遇，原来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某个人处心积虑的安排。